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。好，今天来三组的来宾，第一组郭仁豪，欢迎你们好，冰姐好。第二组凯杰、小雷，大家好，冰姐好，胖哥好。第三组是我们的维如，欢迎他。你好，桂林那边搞围炉哈，围炉啊。不过这个围炉跟那个围炉大围炉，那围炉围炉围炉，那个大概身高差10公分，差多呀，差多了。是围炉当妈妈还是谁当妈妈？围炉当妈妈，围炉是当妈妈，围炉快当妈妈。没有了，还不会啊，还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，漂亮。这个当爸爸了，是燕姐，我当爸爸了，好棒啊！最近生的嘛，那个白开水啊，不是啦，那是白吉胜的啦，白吉胜。龙年生很多人有没有？搞混了，白吉胜，阿贝呐，阿贝呐，对啦对啦，对啊，我觉得怎么那么面熟那个名字？而且我们正好今年呢，就是有四个严丽婷啊。黄登辉、阿 Ben， 我们就变成四小龙，亚洲四小龙，四小龙真的四小条龙出来了。你们明年要不要再拼一个四小小龙？要，我们有讲好，讲好，对，大家都要做。第一名的有奖品吗？没有，不简单哎，生孩子也能揪团哎，不错。今天有准备了哪些好礼物呢？好，今天我们现场准备了高级又实用的商品，有蓝光家庭剧院组。美腿按摩师酷炫摩托车，超级旋风烤箱，50寸高级液晶电视，只要你想要，祝你幸运换回家。所以人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晨晨晨一晨一晨还是晨晨还是晨晨还是晨，你是想跟我亲对不对？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。那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游戏，找一个最有福气的人，这个一个游戏之计在于第一组，第一组很重要的。第一组人好，好，开始。我要先恭喜你哈，恭喜恭喜！先改了名字才有了婚姻，还是先有了婚姻才改了名字？其实冰冰姐，大家都以为我是先有了婚姻再改名字，其实不是，我是真的改了名字以后就有好的姻缘，而且有好的小孩。好，那名字自己改的还是有高人为你算的？有一位就是好心的师姐帮我算，真的。是男孩啊，这样很好啦，这样很好。男孩，对，是男孩。如果生个女孩啊，我想你这辈子不用出门了。我真的，女孩就会跟爸爸奶奶。对，我最近看太多都是家里要嫁女儿哈，你知道吗？哭的不是妈妈，那个爸爸哭到。一结婚应该马西阿内啊，那个他老婆跟他那个双方的父母再上去啊，啊，他老婆的爸爸没哭，一直考呢。我们以为他到最后一天还不愿意呢。记得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是爸爸要哭，你干嘛？你是赚到了、啊。没有，哭得伤心呢，太感动了，就是觉得，因为很多人就像比如说他们兄弟、好朋友就讲说，你干嘛？你现在是要步入礼堂了，你就觉得不甘愿哦？不是，是因为真的感动。你有一天你上去，怎么敢？你先讲那个情景。哪有你那天后来现在跟我说真的有点后悔呢？你当时说啊，后面怎么破坏人家婚姻的？恐惧了，这种危险害怕婚姻是正常的。不害怕，他不是害怕，总是开心的事了哈。好，今天带来什么东西？带老婆来换吗？冰冰姐不敢啦，我把老婆拿来换还得了？老婆把你先换掉。这个呢？什么？其实冰冰姐，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呢，它有多功能的用途。它既可以呢陶冶我们的身心，又可以呢方便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当所有事情都可以靠这个来帮忙。我知道，就一把凳子嘛。不是那么高，因为刚才阿庞都被他遮一半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木头做的凳子。日常，你说一头啊，一头这样，就一头啊，医疗就等等的呀，而且一头啊，一勾头啊，感觉像凳子，这到底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呢，其实是我第一个买的最贵的乐器之一，乐器，哎，哪有圆形的乐器？不知道了吧？哎，是台湾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台湾，那我们就比较难猜的。原来不是台湾的乐器，但你说乐器跟我们的生活，哪会有什么息息相关？这个很棒啊！第一，你看你们刚刚我听到了，是一个鼓，嘣嘣，自己啊，没关系。你很久没有上节目，自己还破梗了。我们还是还没。大家，如果你要这样子让大家一开始就可以猜出，我们干嘛要盖黄布呢？我们跳一下来，嘿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啊，等一下，它为什么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？没有，其实呢，因为我虽然买了这个东西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用过它。那你不是？你没关系，你可以讲买的是个鼓嘛，反正已经破梗了。你刚刚不是跳过了吗？等等等，那你为什么
我说你没用过，又说他陪你最多。因为呢，我后来就把它当做板凳，还有放饮料，还有烟灰缸。可以放板凳，真的假的？不会破掉啊？不会，可以坐。是吗？外国鼓可以当板凳来看一下。哎，到底是什么样造型的鼓呢？有诚意吧？今天有诚意哈！哎，这是台湾的原住民的吧？这不是不是，你很聪明，他真的可以当小凳子。泰国也有原住民吗？没有，这印尼的，巴厘岛的。哦，哎呦，不错哎！他真的可以当凳子吗？他可以啊，冰姐，你坐坐看，我坐过，真的可以坐，而且可以当小茶几。然后他那个缝线的部分不会因为我坐就掉了，不会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有没有？哎呦，真的哎！坐坐，爸来坐来，哎，可以当主持的，然后放杯，还有两个在喝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喝酒，对，吃牛排，哦，脚很酸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见面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可以，可以啊，不错哎，当板凳，而且可以当小茶几，哎，不重，不重。而且打起来声音还蛮好听，哎，这个打的时候是哪里？是拿在这里还是？没有，要夹在那个腿的下面。你来夹给我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打过。你来夹，你来夹。他那时候师傅给我的时候，他说要夹的，好看，要夹紧，要靠腿力量。好，开始。啊，碎哦，哎，碎哦，蛮响的，声音很好听，漂亮，漂亮。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老婆逼我来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巴不得这个东西赶快离开我家，他觉得太吵了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们。夹这样子打的时候，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妨碍到吗？不会，震动到，其实不会，不会。但是就是会有点像骑马那个大腿的内侧，因为要夹得很紧。嗯，哎，你老婆不喜欢哦，哎，我喜欢呢，真的哦。所以未来哦，拿来都还没有上台前，我先赶快去搜刮看一下有谁的。我说，哎，你先送，你先可以换别的这些卖给我。对啊，好漂亮，好棒，好拿着这么棒的鼓，真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哦。不错，我们的东西来跟你换哦，你的真的不是的哦。好，你要跟我们换什么呢？冰姐，我想换那个电视加烤，那个烤肉煮加烤箱加音响加机车。难这么多，你太机车了。对，你一个鼓来换我们全部的东西。等一下，主持人两位，艺术是无价。哎。艺术无价，没有错，你讲的太好了。但是我们这里放的东西是有价的，所以以无价去换有价，它就是无价。无价有两个意思，无价之宝加之波对提无价之宝，另外一种无价的这边结，到底要换什么呢？好啦，如果真的只能挑一个，换一个啦，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，家庭剧院组好了。哇，你怎么确定？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结婚之后呢，就是高山峰是我学长，然后我有看节目，高山峰也是婚后我变好。好乖，他也不去夜店了，而且他每次到我以前没有那么认真，后来到我节目来，他好认真，做什么都好认真，就是有爸爸的样子，他敢怕头发之类，真的，真的，做爸爸的郭仁豪一样，郭仁豪在还没有当爸爸的时候，其实哈，他虽然是爱说笑，但他上节目非常认真，谢谢。那现在当爸爸又更有责任感，再敢怕头发之类，哦，谢谢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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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拍完手，东西也换完了，好，我们就换一下，哎，好。你今天被我黑了蓝光那一组吗？嘿，有难吗？他很难吗？哎，可是你刚刚没讲完，因为高山峰然后呢，为什么要换？因为他有换嘛。对对对，他跟我讲说这个真的很棒。哎，这个要换，一定要换。他们进来假贺，他给我倒修。倒修波，哎，好。郭仁豪，我们这个新爸爸哈，新好爸爸，能不能顺利的带走高级蓝光家庭剧院呢？马上来进行，大力滚落去。